哎呀，家里没盐了，上大脚那买呢，锁门，就上你家来借点。呀，啥叫借？咱家这不有吗？给你快点不就完了吗？行。那到屋里住。不对，就搁这吧。那刘英他俩没在家？这刚出去。是吧？一会儿回来。好。我就搁这等着了。那我叫我快点啊。你这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别管了。刘能要戒严。我可不只是要戒严呢。你这倒出来干？那多大家伙事儿了？那你过来，搁一下。是戒严呢。这怎么还不出来呢？不愿借咋的？快点啊！你着什么急？你捡东西，你不得还哈哈腰吗？那头等着呢，这油都闪过了。你看看，我就一炒这菜不用了，这我还把罐子拿出来了。是，再开开。就这点啊？就这些了。还有没有罐了？没有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我还得拿回来点呢。我那菜还没搁盐呢。一会儿拿更没了。这是，咱俩分呗，东西少我得先说领导了。行。